中国哈利王子七日现身不屈不挠运动会十周年纪念仪式。这个运动会是他为了受伤的军职人员所创立的全球体育赛事。原先报道指出，哈利曾希望这次回到英国期间能前往拜会正因罹癌休养的父亲查尔斯三世。不过哈利王子的发言人表示，哈利在这次访问英国期间两人将不会会面，原因是查尔斯三世太过忙碌。他也称哈利王子理解国王的日程安排，希望两人很快再见面。事实上，自从哈利与梅根结婚搬到美国洛杉矶后，他只回过英国几次。从那时候开始，哈利便与英国王室成员有疏远的倾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二月份，当时查尔斯三世被诊断罹患癌症，随后他飞抵白金汉宫与父亲团聚。环宇新闻许明星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即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